家好，欢迎收看高雄百味。有许多的职业都是需要靠手的细腻度才能完成，所以说拥有一双巧手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节目要带观众朋友认识几位用手工作的职人，看看他们是如何用手变出魔法。看到这个旋转灯，大家应该猜到我们来到哪里了。桌上摆满了专为三千烦恼丝打理的工具，店里理发师绅士般的穿着也为这个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专业感。到底这和一般的沙龙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服务的区隔化，因为男生比较注重的是旁边的细腻度跟利落感，那他不需要太自私的服务，他比较像彼此之间比较像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用太拘束，你来这边你想聊什么都可以，然后我们可以用最纯粹最直接的方式去表达一个发型。每一个职人都会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身为一名专业的理发师，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训练技巧的呢？我们 Barber 做的事情比较单纯也比较单一，跟进流行趋势是一定要的，那我们也会去参加外面的比如说活动啊比赛，然后跟同行的人去做交流，可是真正能够在现场学到东西让你不断的进步，就是你要一直去做，因为每个客人有不同的需求，然后发质、发流、头型、脸型这些都不一样，那我们每天都在做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不断的思考，所以每天都要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就是要从学到做再从做到学，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每天就是要一直去思考这些事情。理发师除了有一双灵巧的手之外，专业的理发工具更是不可缺少，也正是有了这些工具，才能把各位打理得帅气又利落啊。我们的差异就是最大的就是剃刀跟刮胡刀，那如果说以细分来说的话，我们的电推有分大电推、小电推跟电动刮胡刀，那还有剃刀，最细的就是到剃刀。那大电推主要就是大量的剪裁头发，然后跟做大面积的去除它的硬线，那小电推就是做一些边缘的轮廓，然后还有割线，基础的割线。那刮胡刀的话，就是它是真的可以拿来刮胡子的，可是它是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用在头皮的部分，头皮的最底层，让它呈现更白，然后层次会更明显。然后剃刀的话，就是修一些脸部的汗毛跟它的周围轮廓，因为像比如说割线的话，你不可能拿电动刮胡刀这样子上去割啊，因为这样子面积的话它就太大了，所以我们就会用剃刀去做加强，让它更利落一点。有些人会从工作中找到乐趣，而理发本就是爱乐自己喜欢的兴趣，做自己喜欢的事，从中得到客人的认同，也是他最大的成就感。我觉得就是获得自信，因为你就是一直做喜欢的事情，然后这是你的兴趣，然后又做到你的工作，然后你自己的能力又可以完全发挥，然后成绩跟收入完全超乎自己的想象。因为要当一个理发师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用时间去锻炼，那如果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还得不到成绩跟收入的话，这不会有成就感，这只会有失落感。那除了说让客人开心的离开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客人不断每个月找你剪头发，然后回流，然后甚至会帮你介绍一些亲朋好友来，而且我们在聊天的话中，我们不再是局限在头发，我们开始在讲他生活的事情琐事，他更像朋友之间在跟我聊天，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肯定，也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我以为会有什么特别，没有，你以为我是怎样真的给你磕一个 Tony 这样子吗？差不多吧。成为一个理发师，他积极的影响了我的生活，不能说大大的改变世界，但是他一定改变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是从踏入这个圈子才真的是开始。从艾瑞身上的穿着，我们看到了专业的形象，而走进店里，更感觉到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装潢，仿佛穿梭回到80年代的错觉。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复古的元素，这种风格。那比如说包含到像咖啡色的木头啊，或者是像鹿头的装饰啊，或者是像这种古董老件的物件，然后还有包含到古铜色的一些颜色，还有可口可乐的 logo， 那这一些东西都是
我很喜欢的风格，然后加上一些文化史的一个搭配，还有一些刚好那时候在找这些墙壁上的一些装饰的时候，这些图画都非常符合我们这家店的一个装色，所以刚好所有的元素把它加总起来之后，我觉得它呈现出一个非常棒的视觉效果。从事理发超过20年的 John， 整理过的头发应该已经数不清了。拥有这么资深的经历，对于想踏入这一行的新人来说 ，John 是这么建议的。因为我自己做这个行业，我已经做了大概23年。那其实，这23年里面，我也是一直不断的透过在现场服务客人，或者是一些流行趋势的一个更新。那透过这些事情，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锻炼我们自己。那我想要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其实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你想要让自己在工作上面获得很好的成就感，我觉得投入的时间非常的必要，尤其是当别人在高兴的时候，你有可能你是在练习的或是在工作的，因为一个技术者他是透过不断的淬炼，你才能够在服务客人那一刹那去呈现出你最好的技术品质。所以其实我会给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必须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然后大量的练习，大量的学习以及思考，然后并且要从各方不同的管道去学习不同的知识，来去辅助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些很必要的一个服务客人的技巧。有别于一般的沙龙店，更跳脱传统的理发店，赋予这样新生命的正是像 John 与艾瑞这样的 Barber。 不想一成不变的发型吗？来找他们就对了。我们常常在电影看到许多特效化妆，或是万圣节举办活动的时候也会看到搞怪的妆容，这些特殊造型的妆可不是一般彩妆师都可以办到的。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就兼具彩妆师与特效化妆师这两种身份，跟着我们一起来认识他。看到墙上挂满着诡异的面具，桌上盒子装着看似牙齿的道具，我们今天来到彩妆师的工作室。他是台湾少数特效化妆的职人。我会想走进这一行是因为自己的皮肤不太好，那个时候觉得，所以就从高职一直到大学就会在脸上做一种实验性质的涂涂抹抹的这种动作。对，但我进了大学之后，因为我是大传系的，传播科系的，所以我就在大学的时候刚好被学姐推荐，从大一吧我就进剧组，在书画组上面工作。那我觉得在台湾这一块特效化妆这一个环节蛮有趣的，应该说台湾有很多环节都是这样，它只是隶属于某一个区块里面的其中一环。这可能是因为环境下案子不多吧，我在想，所以它只能隶属于某一个职业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特效化妆的材料虽然很贵，但平时还是会与助理互相练习特效化妆的技巧，让技术可以有更多的变化。也因此特效化妆师在台湾算是非常的少数，除了需要一定的技术之外，更要有着更多的热情来投入。我觉得在高雄是我最大的瓶颈，南部啦，应该讲南部是我最大的瓶颈，因为整个市场都还没有被建构起来，所以我等于像是在帮这个地区做白手起家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在高雄或是南部就真的要讲像是一个特效化妆师这没几个，那就一两个而已。但我也很感谢我当初有遇到一个也在南部琢磨于这一块的老板娘。某一次在可能在夜店还是什么的遇到老板娘，她就跟我聊上，然后就希望我可以去跟他们一起合作画特效化妆。对，那个时候我还很菜，大概8年前了。你们要吃看看血浆吗？你们要吃看看血浆吗？它是可食用的。所以它的成分是什么？色素，然后糖浆。糖浆。对，是这个牌子才，就是这就是我当初遇到的那个老板娘他们家代理的牌子。
看到这一只异形的手掌，有没有被这拟真的程度吓到了呢？这些材料都是专为特效化妆生产的。黑色的粘稠物是用特效化妆的脏粉加上吉利丁和水混合而制成的，而血的部分呢，是使用色素糖浆。使用这些材料都是为了在我们的身上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看到黑色的手掌在镜头前舞动着，真的很佩服特效化妆师的高超技巧呢。以前可能面对的都是剧组，那剧组其实画完也不会有人跟你说，哦，你做得很好，或是哎，你做这个很有趣或很好玩，那它就只是一个作品的呈现，影视的呈现。当然我觉得那是一种成就感，因为你可能画的是一些知名人物，可是像我回来高雄之后，因为我自己是高雄人，我面对那些一般民众，我觉得画完之后他们直接给我的 feedback 会是他们很愉悦，真的是很开心。可能他付的钱真的是只够我付材料费而已，因为材料费真的很贵。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小朋友，就是近年来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就是动画鬼灭之刃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会有很多小朋友就是想要当鬼杀队或是被杀的鬼这样。对对对，从彩妆跨界到特效化妆，要学习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如果有兴趣也想踏入这个领域的朋友，央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吗？我觉得我在特效化妆这一块，我不敢说我有太厉害的成就，因为每年在台湾能拍的特效化妆的国，譬如说国片或是剧组真的比较少。对，而且我现在也不住在台北，所以我可能只是用一个过来人走过这段路的前辈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必须要精进自己的创意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教育总是只要你乖乖听话而已。对，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有很多的学生，像我上个学期我有去教一些学生，大家可能就只是想说，哦，毕业我还是去考个公务人员之类，但我觉得这很可惜，你都已经读相关系所了。对，可是我觉得创意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停下来。我自己也不是美容美发系毕业的，因为通常做这一块的会是美容美发系这一环，我是拍片系所出来，但我却走上这一个路途。我觉得我所学跟我所看到的创意是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要有梦想就去追逐，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创意都可以在你喜欢的领域圆梦发光发热。以前刺青总是会让人产生比较负面的想法，但是现在能够在自己身体挥洒出许多的图案，不仅是个人风格的展现，往往许多的刺青也隐藏着人生历练的故事在里头。今天刺青师傅不听客人说故事，而是要说自己的故事给观众朋友听。隐身在小巷的刺青店，走进来，墙上挂满了许多的图画，这一些都是刺青师傅炫恩的作品。利落的调整吃饭的工具，这么年轻就成为刺青师，让人不禁好奇当初是怎么踏上这条路的。最一开始是从电视上看到，那时候有那个迈阿密刺青课这个节目，那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刺青。然后再后面是因为我专科的时候我有玩乐团，那玩乐团其实很多都跟刺青会有一些关联嘛。对，然后那个时候才渐渐的了解到刺青这个东西。然后直到我，因为刺青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我还蛮向往希望身上可以拥有。对，然后直到我某一年的年底，然后那时候说有人预言说会世界末日，我就觉得说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不能留下遗憾，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刺一个刺青。然后那次去刺了刺青之后，那是我身上的第一个刺青，然后接着才接触了解到，哦，原来刺青是这样，然后后来才拜师学徒这样。马达声伴随着专注的眼神，宣恩的手细微的在图案线条上游走，把这些线条走完，也代表客人所希望的故事完美的永久保存了。做这项工作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瓶颈呢？比较会偏向是跟师傅相处上会不太知道要去抓这个美感，因为我觉得你就算技术很好，或者是你很懂那一些
刺青相关的一些逻辑啊观念，但是跟师傅相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mega 啦，对，需要 mega， 毕竟传统店这种刺青店下来一定都会需要很尊师重道啊，然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心里都要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在跟人跟师傅相处上，这会是一个蛮大的需要去练习去琢磨的地方。然后接着的话，可能就是在画图方面，美感这个东西必须要一直去多看，自己要懂得去学习新的东西啦，就不能说哎，师傅给什么就只有这样而已。你自己是如果真的很有热情的话，对这东西很有热忱，是需要自己去多看这些东西，多看一些国外的刺青师的作品啊，甚至在经营方面，你整个人设这些都是一个蛮困难的东西。对，然后这也算是我从一开始接触到刺青之后慢慢学的东西啦。那像我们以前在画这种的时候啊，通常都是拿白纸，就画在白纸上。可是现在蛮多刺青师都开始就是时代进步，所以都开始用 iPad， 就画在 iPad 上。其实说真的也是蛮方便，虽然说会觉得画在纸上会有另外一种的技术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 iPad 上也有它自己独特的方便性。然后像以前呢、啊，我们画完自己的图要练习，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拿猪皮来练习。但现在蛮多都会进阶，就是比较常见的是人工皮啦，很少用到猪皮。然后其实刺起来，我自己觉得好像说真的，人皮才是最好刺的。我觉得其实猪皮，因为它是真的猪的皮肤嘛，所以它比较有那种天然不规则的感觉。然后像人工皮，它就是一张很平整、很漂亮的一个皮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刺人工皮的时候，会觉得很像在纸上面画图，对不对？就比较顺利这样。其实我第一次要刺真人的时候，那个心里其实非常紧张，因为会很怕把人给弄坏了，这样子人皮给弄坏，然后就想说，就是要先把自己的精神给安下来，然后等到真的第一针刺下去之后，就觉得哎豁出去了，今天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就做到结束这样。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大家一定很好奇，宣恩身上拥有这么多的刺青，每一个图案肯定都有自己的故事。宣恩自己有哪几个图案是有特别意义的呢？第一个刺青就是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大的一个抉择，因为第一个就很怕后悔嘛，所以我第一个是刺关于我的信仰的，我是刺一个十字架。对，但这个图案的风格跟我现在做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在后面我刺了比较有感的刺青是两个骷髅头叠在一起，然后中间穿一把镰刀，然后镰刀上面写的是自由。对，其实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意念就是到死都要是自由的。对，然后还有我还蛮注重自由的啦。对，所以我身上刺青居多都是宗教，不然就是跟自由相关，就是我的人生观念。对，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刺青，它是一个钥匙孔，然后钥匙孔看出去它是夕阳海滩这一些的。那其实对我来说，夕阳跟海滩或许就象征大自然中给的自由吧。对，所以钥匙孔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锁，然后锁看出去的世界其实就是自由的世界，你只要过了这个锁就是自由了。听完宣恩对于自己刺青图案的故事，我想这才是把图案刺在自己身上最大的意义。而不管是帮自己或是帮别人说故事，都是赋予宣恩在这个领域持续热情付出最大的原动力。从以前在设计的时候，一定都是有一些可能用图案来表示我的想法的。那其实画图就是我的另一张嘴的意思啊，我只是把我想讲呈现在图案上面。然后最大成就感其实就是我坚持这样子做下去，后来是有看到成果的。虽然说中间有段时间是很大的看不到成绩，然后甚至也想过是不是要追随
一般的就是大众所看到摄影师就是打一些好笑的或者是跟着时事的内容去走，可是到最后我发现其实大家做出来的东西好像都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我想要表达 我自己的东西。那当然这样久了之后，其实风格一直坚持下去，大家就会看慢慢知道这就是你，对，然后喜欢你的人自然就会追随你。对，我觉得最大成就感就是这个吧，我可以用我的作品去影响一些人。刺青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个人风格的展现。炫恩用他细腻的手与对这项工作的执着，把所有正能量传递给每一个需要的人。大家对于魔术师这个职业一定非常的好奇，有时充满神秘，有时又带给人们欢乐。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魔术师钻研魔术超过十年的时间，拥有许多表演经验的他是如何展开这段魔术人生呢？跟着我们一起来套魔术之旅吧。眼前这三位正在切磋交流着彼此擅长的魔术表演，而这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魔术师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他要告诉我们关于他与魔术相遇的故事。我学魔术也学了将近15年的时间，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班上都会有一些才艺的表演，需要每一位的同学准备一样的才艺，那每一位同学可能是讲笑话或者是唱歌，那我觉得都是太一般的一些才艺表演了。那像我想说要表演一些特别的，那有一天我就去文具店看到，竟然在卖魔术道具，那就买回家之后呢，开始研究它里面的也只有说明书，研究完之后准备了一个礼拜去班上表演，那就表演完之后获得很多的掌声，那也感觉到这个是我想要的一个兴趣，慢慢的就开始往我这个职业的方向去迈进这样子。在我的口袋里面有一条红色的手帕，确定它正面反面，手上也没问题，现在做什么呢？把手帕塞到我的拳头里面，像这样子，手指稍微拉起来一点，好，在拳头里面塞进去。等下做什么呢？等下我只要吹一口气，像这样塞进去，吹一口气，手帕慢慢的搓落，你会发现手帕慢慢的消失不见。每个魔术师都有自己专长的领域，小猪当然也不例外。大家来猜一猜，小猪的擅长是什么呢？是纸牌魔术，扑克牌的魔术。那我有利用扑克牌的魔术、纸牌魔术去参加全国性的魔术比赛，那我有拿到一个奖项，就是我们冠军的奖项。选择纸牌是因为我觉得它好携带，然后变化性也比较多，不像可能要带那么多的道具，那每一个道具它只能表演那一样，那像扑克牌的就可以表演至上百样的魔术效果，所以我开始的选择就是想要表演纸牌魔术给大家看。这边准备了一副扑克牌，最常用到的牌是四张牌，拿四张的四张的 A， 接下来我示范一下怎么样魔术是可以从这么乱的牌堆中找到四张 A。好，第一张 A 只要像这样摊个手指，一、二、三，一张牌跑了出来，一张黑桃 A 就出现了。好像把牌简单切一下，找出第二张的 A， 像这样，一、二、三，大概中间的第30张的位置，找到第二张爱心 A。好，在第三张，还再给它切一下，好，整理一下，只要像这样子，一、二、三，灰灰，就出现了第三张 A。在最后一张，像这个样子，算上来一点，一样摊个手指，一、二、三，第四张 A 就出现了。看完刚刚的魔术，有没有很佩服小猪的技法？灵巧的双手瞬间就把扑克牌弹射出来。我说小猪啊，你平时都怎么训练双手的灵活度啊？当然，每一个魔术师的手指头都会像表演前都会做一个暖身的动作。我的手会像这个样子训练，好，把手心面向自己，然后做一个剪刀的样子，好，那再把这个剪刀呢合起来，反复做这些动作。那这个动作还不够难，还会找这个动作进阶一点，像这个样子，一边打开一边合起来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再把这个动作呢再做一个交换，再交回来，然后把这个打开的剪刀部分呢穿过去，合起来剪刀像这个样子，一二三四二。对，像这样子训练我的每一根的手指头。对，因为魔术师最重要就是手指头。魔术师在一般人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大家是否有好奇魔术师的世界？是否有自己迷信的地方呢？迷信的话比较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算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表演性质。那迷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在表演前，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魔术练得很熟。如果在练习的过程中，只要有失败的可能，当我在表演的时候，一定会失败。
这个是很多魔术师遇到的状况。所以呢，在我之后每一个魔术要表演之前，我都把它练到很熟。魔术师的工作也可以称得上是表演工作者，尽情地享受舞台上的表演，努力过的成果势必都会得到很棒的回馈。魔术它迷人的地方就是，我很喜欢我表演完观众给我的回馈还有掌声，可以让我获得成就感。那这是我觉得魔术呢可以带给人家这一些的状况，还有这一些的事情，对于观众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带给观众要的反应，还有我想要的掌声。自古以来，魔术就是一项受欢迎的表演艺术，要获得多少掌声，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你也想要成为魔术师吗？赶快练练手指头吧！今天我们造访了四位手的魔法师，各自都在不同的舞台上，用那双灵巧的双手卖力的工作着。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高雄百会，我们下星期一一样会带给大家精彩的节目，我们再会。